JYP 老板朴真勇最近回归推出新歌 Groove Back， 这也是他自从2020年8月韩宣美推出 When We Disco 以来时隔两年多的回归。这几天他登上音乐节目宣传，在不同的音放上请来不同的人气女偶像站台，在音乐银行的初舞台找来主持人元英，录制音乐中心时请来曹柔丽，人气歌谣则和 UR 一起，完全是超有牌面呢。 JYP 也都会在结束舞台后在社群上 po 出照片，感谢后辈们的帮忙。不过他在po出和柔丽的合照时，底下金剑那一图宣美问 JYP 明天会轮到谁呢， JYP 便回复你明天要干嘛，配上笑脸符号，邀约意味浓厚。没想到宣美立马秒回，不行我很忙，超果断回绝陈老板，让粉丝们都笑翻啦。也让大家回想起宣美曾经因为po了 JYP 表情包一小时内快速掉粉，看来在那之后学乖了不少哦。